做啦，我哋两个。而家时间系9:54，咁我哋咧因为想搭11:00嘅火车去桃园啦，而家就试下搵下附近有冇啲早餐店去食下嘅。今日嘅 OOTD 系只长裙嘅，咦？你好似同琴日差唔多嘅。系啊，系件褛。一樣啫，其他條褲都係差唔多色嘅喎，褲都係唔係條褲新嘅。仲諗住喺台北車站先至揾啦，點知行行下就有間食蛋餅啦，係即刻嗌咗個蛋餅同埋蘿蔔糕。快樂嘅早餐，我唔客氣啦。勁多餡。煎得好好喎，外脆內軟啊，都幾好，又唔會太飽。係啊，有啲嘢墊下個胃，我哋一陣間去桃園又可以再食啦。佢出唔到啲字啊！我哋而家係要搭咧上邊嗰架去新竹嘅，但係其實佢中間都會經過中壢咧，可以去到桃園嘅。我哋好似老人家咁样咧，早到，唔系迟到啊！因为我约咗个 friend 大约12:00啦，我又惊我要揾路啦，结果我嚟到咧系早咗好多。阿车啦，好好天啊！同琴日落雨争劲远咯。我哋而家去到呢一度系中壢啊！我哋而家咧会去食一间喺桃园非常之出名嘅，系当地人都要排队嘅铺头啦，系食一啲好妈妈嘅味道。佢话佢住附近咧，反而系未食过嘅，系为咗我呢一个游客咧，佢又一齐去排队食下，因为系好好好受欢迎嘅，系啦，咁我哋就去试下。我哋而家排紧呢间铺啊，佢开11:30，已经系排紧第10张啦。耶，攞咗呢一个牌，好啦，去行街啦。佢嘅特色就系全系列都系凉浸浸嘅，凉浸浸嘅 M 巾裤啊。所以佢个包装都系一个凉凉，就系要够凉先系凉凉。啊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凉凉的，新凉感，哇，这个要买哦，全部都是写着超凉感的卫生棉咯，好得意啊。我们今天吃的这间呢是超级古早味，跟着后面呢，哦，是那些小食啊，好像说这个文昌鸡都很出名，是啊，我们就试一下。是不是整个装修都很有 feel 啊？我们嗌了一个招牌文昌鸡，跟住之后朋友是粤煎老肉饭，金山是鸭肉面，还有呢我这个是豪仔老肉饭，那些老肉是极肥咯，是我最爱，还有一个蒜炒的猪舌啊。佢系呢个再加三文鱼子，再加香海鲜蛋。啊，佢就觉得 O K 啦，我觉得好好食喎，好正，好肥，系入口即溶啊，嗰啲蚝咧好饱满啊，好食啊，超级肥美嘅卤肉，佢肥肉嘅比例系9:1咯，真系去到咁夸张咯，跟住佢。完全不是油膩那隻咯，佢啲膠質係佢真係嗰啲膠質係完全出曬嚟啦，個嘴係會張口啦，佢完全冇內臟嘅腥同酥味咯，跟住之後係勁重蒜味，即係而家我哋打茄輪咧，係會呢個蒜蒜膠雜咯。我覺得以一個香港人嚟講咧，呢只雞係好普通嘅白切雞咯，係啦，我覺得係嗌翻滷肉飯咧係完美，同埋嗰個炒豬舌。跟住我哋去咗呢一间咧，系我 request 要睇嘅家品店。冇错，我而家系已经去到去旅行咧，都系睇家品噶啦。你睇呢个好靓啊！系啊，佢系红红糖啊，超靓啊！我全部都好想要啊！
面呢一个啦，同埋上面呢一个系列都好靓啊！哎呀，大镬啦！呢一个都好靓啊！唔系啊，上面呢一个都好靓啊！睇下佢嗰个配件啊，呢个配件好得意，佢系硬噶，但系佢做到好似林咁样。cushion 配件，如果可以寄到咧，我劲想买埋呢个全新镜。买咗几多嘢啊你？个职员包咗几耐啊？你讲下。可以我嚟抹手噶，几有用。终于买咗个牛奶煲，我之前睇咗好耐。呢个系我哋电磁炉用到噶。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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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全部都好实用噶。哦，好啦。呢间系超级推介大家嚟行咯，但我唔知道台北有冇啊。系啊，我觉得佢嗰啲家品全部都劲靓啦，劲少女心啦。跟住我哋家品店行出嚟五分钟左右咧，就到呢一个普森牧场啦。冇错，今日咧就系为金山而设嘅动物日。村啊，嗰度啊！咦，你已经睇到个介绍？呢度系嗰个文文村啊，仲有好多牛啊！咦，系喎，系真系牛嘅味道。好大隻啊！其實，你知唔知輕輕？食咯。瞓喺度食啦，好嘛？系啊，佢真系可以躺平啊！佢真系好似 sofa。你可以摸肚肚噶，好得意啊！佢哋劲似百件布咯。一系啊，我觉得似钢丝刷多啲咯。跟住我哋入嚟呢一个区域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劲多嘅草泥马，佢叹气啊！喂，你仲唔喂我？唔好摸我啊！佢哋每一只嘅发型都唔一样噶。真冇啦，都问下，咁顺利啊，咁咪真系冇噶啦，吓真冇，都问我先啦，好冇？问下，问下，吓真冇。我冇谂过嚟到台湾，我喺台湾都见到樱花，呢度仲有动物运动场噶，原本系好似有赛猪仔，不过我哋太晏啦，我哋已经玩咗两个钟咧，而家好似冇晒人同埋动物咧，应该就。今日完咗啦！我个 friend 咧今日带我食奥马卡啡，有劲多朋友咧都叫我去台北嗰度食啦。我将呢个 quota 留咗喺桃园啦。咁你问我而家我喺边咧？我系唔知嘅。咁所以咧，我打翻 info 喺下边啦。然后咧系食呢间超级隐世、超级低调，要 book 佢先有得食，系唔可以 walk in 嘅呢一间餐厅。呢个是第一道餸，有墨鱼刷同埋冰菜啊。跟住呢个刺身咧，系有剥皮鱼啦，里面系有啲鱼干啦、甜虾同埋有个唔知咩素，唔记得咗啦。真系好好食啊！它就没有那个沙沙的质感在里面，就很滑。对，那个内脏的味道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哇，好甜啊，最后。
冰鉴港古道的冰鉴寒食煮的丝鱼大根煮。我的理解是它是一个有证书的丝鱼。那个萝卜好像是煮了7次40九天的。哇，好好吃哦。我很想问它没来得那么少的。应该还有萝卜筋，因为个萝卜真的很好吃。这个鱼汤真的很夸张，我觉得它那种清甜已经是跟我们平时喝的鱼汤完全不同。那里面有没有、哦、原来汤里面是还有松的，是有鱼啦，有一个的带子和虾，不觉得那个汤是超级甜超级鲜味。跟住到壽司啦，呢一個係左口魚，大家望下呢一個中套，好靚啊！然後又嚟一個有證書嘅青魚，呢一個個名叫做關青魚。裏面咧係有北海道最高等級嘅三文魚子，哇，勁靚啊！佢係晶瑩剔透。它衝擊了我的腦門、啊哦、好好吃、啊、我們玩了一天終於離開桃園了，滿載而歸。吃完我媽卡西之後呢，我們去了寶雅，然後我就買了這麼大袋東西。大家看我的手，這裡是有三隻手掌，還有下午買的家品咯。好彩有带呢一个嘅人肉购物袋，超级期待咧同大家开箱拍片啊！我琴日讲嘅冇购物欲，今日完全自己打脸啦！超级多谢我朋友系陪咗我哋玩咗一日啦，跟住又带我哋去食好嘢啦！我会再嚟噶桃园。因为你头先一路冇影紧噶。你而家幫我撈咗機啊？係啊！唔該曬，今日真係好有用啊！放心，我已經幫你啱啱撈咗機啦。